让我们一起来连线延琦视频验证一下。Hello， 琪琪。能不能再等我一下？我有很多梦没做完。旁边这位老师是。旁边这位老师。同学你好，我是模特小姐姐。打扰了。今天这个游戏规则呢是这样的，共有两个小拍照，就比如说你觉得这个是真的，我就会觉得它是假的。好的。好，谁输了要有一个惩罚。不要。嗯。行，就是这两个赌注是什么？我输了，我就把你新歌的那段全部跳下来。可以，我去街上唱。你输了，你就拍一个小视频，只要说一句话，说我肤浅。这位模特，这个头发剪下来之后，他就会有一个 Tony 老师都打造不出的大波浪发型，到底会不会变成大波浪？会。好，吹过水了吗？水也吹过了。你问他嘛，让他来打的。你吹过没？喷过水没？好，看到没有？不是拖把，不是拖把。开始结了啊！对。宣传语说的。哇！自己应该是看不到的。嗯。他不太清楚，就看得比较模糊。很快，他现在表情还很淡定。好。其实你点评一下这个发型，就有点像那个神话故事里那个美杜莎，雅典神话的神灵美杜莎，跟我想到一块去了。你觉得这个算不算大波浪？我觉得完全满足你的两个条件，一个是算是出来的，第二个是大波浪。还是你会说1-0。好，算你拿下。我用黑笔画一个圈，究竟能不能封印住蚂蚁？不能。好，来一下。给蚂蚁画个圈，又走不出来了。好，下来了。哎，有没有发现？有没有发现？他会突破的，他只需要时间。我上街跳一下你的那个完整舞蹈。好的。哎，琪琪，最后呢，今天这个生活小妙招就跟你分享验证完了，你说一说感受嘛。老老实实生活，不要去学这种电用的没有。单音直唱这个吧，还可以，效果其实还不错，但是感觉应用的场景比较少。那我想问一下，你平时自己有没有一些生活小妙招？在外面的马桶上扯灰尘纸巾在水面上。我懂了，就防止溅水。对，我用这招应该多少次。我还要给你展示一下我做的另外两个生活小妙招的测试，一个是杯垫，就是用发霉的面包裹上水泥，看起来很健康，今天应该很丢掉。这个是用方便面修复的碗，这个感觉很不错。这个你喜欢吗？你喜欢我给你，我送给你。哎，不用了。但是你觉得这个好不好看？这个还 OK 啊。你这个还是有一点艺术的，那种民以食为天的感觉。谢谢我的老板给我的这个艺术品这么如此高的点评。那今天潮友在线分享验证就到这里，拜拜拜拜。